Hello，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说一说这枚战羊啊。1930年孟买造币厂制造的一枚战羊，那么得名于这个布列塔尼亚女神拿着盾牌这位和鱼叉的这个站在水面之上，非常的威武，制造很精美，到现在为止这个光还是非常的强，所以说呢 PCGS 给了58分，环彩包浆的很漂亮的一枚战羊。那么战羊呢是英国和清国进行贸易而铸造的一种货币，清国曾经是世界上 GDP 最高的国家，那么曾经占整个世界的三分之一，尽管它在晚期是个弱国吧，清国在早期其实也是一个东亚最强的国家，对吧？那么甚至开拓了新疆啊，巩固了整个西藏啊，因为清国早期的武力这个威慑中国现在的版图不会那么大。那么当时全世界都想和清国做贸易，但是清国是一个银铜本位的国家，所以说呢只认这个洋钱，当时其实只认这个双铸和阴阳，那么其他各国也铸造了贸易银战羊，算是比较成功的。英国毕竟当时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嘛，战羊在所有的贸易银里面是比较成功的，比起法国的这个做羊啊，日本的贸易银啊，美国的拿花，这个比起来战羊是最成功的。那么反面呢是一个团花簇拥的一个寿字的这种形态，所以说呢中国人很喜欢。我这枚呢在上一轮高峰的时候其实我想卖掉，但是呢最终没有买，为什么呢？因为我爸爸已经90岁了，那么我也希望他长寿，那么能够平安，所以说我觉得家里放几枚战羊呢挺喜庆的，有这样的寿字在，对吧？可能其他收藏者的感受和我也一样，有一种中国人喜爱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大家也就比较热衷收藏战羊。在所有贸易银里面，它甚至比日本的贸易银，日本的贸易银上都还是汉字呢，战羊上的汉字比例还是比较少一点，但是战羊走的是相当好的。这一轮下跌它甚至也没怎么跌，价钱还是比较稳固的。好，今天和大家说这枚战羊非常漂亮壮观的，拜拜。